暫時見到呢兩架咧就係頭一二車，佢係綠色車嚟嘅，跟住後面三四車就係嗰兩架螢光黃，其中三四車暫時嚟講就比較近啲啦，一二車就已經拉開咗，我諗有半秒以上嘅距離噶啦。 四車連續有兩三個失誤啦，跟住就俾架白色車過咗。 我哋影翻頭一二車先，頭先頭車出直路都有個小錯誤。 而家見到呢架八頭六尾咧，就係架頭車嚟嘅。而家嚟到Final嘅第三場，我諗好多車手啲胎都已經損耗得七七八八嘅啦。喺賽事尾可能個變數都幾明顯嘅，因為今日呢場用嘅天花個穩定性係比較差嘅。 球一二位个距离真系近咗好多咯。其实球一二位直路咧，两个车嘅速度系非常之接近嘅。 分別就係頭先嘅右車就比較跑翻平均好多啦，但係呢兩個圈就比較跑翻平均好多啦。而且有一個小失誤啦，不過距離都係拉開咗少少嘅。見到頭先嗰兩個彎嘅頭車就有少少唔係好流暢。
聲好似頭先嗰彎收多咗油啊，可能因為後面嘅聲壓嘅得比較犀利。好啦，賽事就結束嘅啦，嚟到最後一圈，位置上面應該就冇乜改變嘅啦。哦，放大手要第二位嘅綠色車。好啦，賽事就已經完咗啦。今場比賽都冇乜太大嘅碰撞啊等等嘅嘢，主要都係賽事初期嘅時候